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鸟的球，我是亮哥。本期为大家带来2020年英国锦标赛的决赛，特鲁莫普对阵罗伯逊。罗伯逊的直杆防守逼得小特不得不进攻，但是由于一个远台发力的低杆动作完全变形，这一杆没有打进。接下来呢，罗伯逊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一杆完成的青台打得非常的好，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。7. Eight.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整个的局面。粉球呢打到了绿球的脸上，黑球被几个红球团团的包围，已经没有下球。罗伯逊考虑了很久，如果他单叫红球堆左边的一颗的话，也没有多大意义，于是他选择了炸上红球堆。这一杆的炸球没有达到罗伯逊预想的目的，他的本意是让黑球打活，谁知道黑球旁边的红球越来越多。罗伯逊这样的交位的话，意味着黑球右边的顶带是有下的，我们看这个角度，黑球刚好从两颗红球可以穿过。现在的黑球呢就被挡住，没有了下球的线路。绿球是个正角度，打了之后呢走高分区很困难，黄球和粉球就可以选择，但是罗伯逊是左手，所以他打黄球更加的合适。现在罗伯逊已经打了六套的红球，才得到32分，这个平均分数是非常的低，所以他还要必须非常的谨慎，因为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。
36, 37. Forty-one. 这一杆调整基本上到位，打红球之后呢，可以选择黑球右边同样的袋口，用一个中低杆的右塞就可以过来。45. 52. 53. 60. 61. 这一杆呢，还需要打一个绿球才能下去交到红球。这一局打得很累，分数一直都不高，因为绿球和粉球换了一个位置。64. 65. 72. 73. 80. 81. 88. 90. 93. 97. 102.
108. 推杆中袋的黑球，看看准度如何。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